今次作品就叫做《Megalopolis》，其實個靈感係嚟自我成長居住嘅地方香港。咁香港係一個五光十色嘅一個大都會，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唔同文化交流嘅一個大用路，可以話係。咁我今次其實並冇話刻意想做一啲真係中西合璧啊，或者刻意用一啲係民族風格好強嘅素材，反而我希望係想建構一個音響嘅世界。 裏面我放咗好多對比好強唔同嘅音樂素材喺裏面。我諗我主要嘅考慮就係點樣將一啲唔同風格嘅素材有效咁樣可以擺埋一齊。裏面有好多可能有動態嘅素材啦，有靜態嘅素材啦，有唔同音響嘅配搭啦，有肢體嘅變化啦。咁我希望將啲素材可以好有效咁樣放埋一齊，呢個係我主要嘅考慮。 Thank you.